这衣服都好厚啊，没有薄一点。冬天啊，现在是冬天啊，大哥，你以为现在什么时候？这不是秋天开春了。有没有那种就是料子比较少一点的衣服啊？就料子比较少一点的，没有吗？都比较厚是吗？好嘞，没有兄弟们，没有。哇，这营业员长得好好看，没有有没有啊？好像都没有，没有没找到呀。没有没有没有都没有都没有，走，不上了不上了不上了，我不要面子的嘛，上见人就上嘛，啊？玉米，我不要面子的嘛。等我一下啊，就加一个微信，不知道有没有信号啊。哎，就这妹子，加个微信，小姐姐，小姐姐。可以打扰一下吗？在直播，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你长沙的吗？猫有主人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下我扫你了，我扫你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啊！加到了，加到了。今天干嘛了？我进去上了个厕所，结果发现并没有厕所，这就是最尴尬的。对不对？我去上了个厕所，结果发现并没有厕所。哎，长沙的妹子确实蛮多的，在大路上走。下来呗。为啥？我感觉你穿了这个鞋子之后，腿也没有那么长啊。为什么？你以为我是1.7米的大长腿吗？我能把你的裤子给剪短一点吗？不行。这是的。看。哎呀！你声音蛮好听的。嚯！嚯！能给我给你拍一张吗？啊？能给我拍一张吗？我拿你相机给我车拍一张行吗？可以啊。你帮我拿下手机。嗯。然后还有这个。哎哎。什么？滑下来了，滑上去。嗯，对。小心你的饮料倒。我能放了吗？我跟你讲，这样拍不好看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哪个是拍照？这哪个？这个是吧？你拍车全程了吗？能不能缩近一点？哎，这样子是不是？要拍到？你拍这样拍。
然是什么什么自然？上车啊，急死了！我在看弹幕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学，就是学摄影嘛？还是他是专业的？简单保安一下。老婆好。蛮好看的，走得挺好啊。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我操，你蓝的好看，黄的好看。黄的拍了好多遍了。黄的拍了好多遍了。你会不会拍发到什么软件上面去了？没有啊，不发。很少发。基本不发。我觉得就是那个拍照啊，要分享，哪怕是拍自己女朋友也得就是。懂吗？就是车跟女朋友是一样的嘛。我操，搞艺术的。对，可以啊。对啊，拍车跟老婆是一样的，把车发出去就要把，就跟女朋友是一样的。就比如说你谈恋爱。要发朋友圈是吗？不是，你谈恋爱，比如说你跟我谈恋爱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我们俩拍了合照，要不要发朋友圈？要的呀。对吧？不发朋友圈怎么别人怎么知道谈恋爱了呢？这跟买车是一样的，你买了车你不发朋友圈，没人知道，对不对？朋友圈就发个酒就发。就发酒。大哥，你能把这图片给删了吗？怎么了？输了呀。918，720啊，720可以，这 A 牌的，啊，香 A， 哦，香 A 牌的啊，然后好像没怎么发车，我这个，未来，G3S， 这摩托挺好。这模特挺好，但是还有488，啊，663在酒店，啊，我的奶茶。我也已经升了，帅气吧，朋友？我也已经升了。金哥的车跟我的尾翼不太一样，其他的都差不多。他的尾翼就尾翼不太一样。为什么这个挡住了我？挺好的，你别走也没事。你妹子在哪呀？咋了？你要认识一下吗？要认识一下吗？行吧，朋友们。我们去买东西吃吧，带他们一起买东西吃，因为这个他忙的时候有东西吃。可以啊。好吧，兄弟们。可以。现在小贵一桌。Hello。买那个烤串什么的，一会小贵别吃了，到时候没吃完，不好，朋友都退货。就故意放我吃那个。走吧。走吧走吧。一会到我们公司查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先办。行吧。这个价格了。怎么输了呀？走吧，去哪？啊，走，搞错人了啊！走，不好意思啊，记错人了啊，都很漂亮。把门关了，把人没电了。往那边关。对，轻轻的，对，下好了。走啊，去哪呀？哪边啊？这边。
杭州妹子好看还是长沙的好看？绑辫子了吗？长沙呀，杭州啊，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呀。每个地方的妹子有每个地方的性格不一样的呀，就长沙小女孩比较多，是的。我看一下你们两个，我看一下你们俩，我俩瞧你们俩差不多高啊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没事。哎，以后先干冰糖葫芦吧。啊？干冰糖葫芦去。冰糖葫芦啊？这我十年前泡妞的办法就用冰糖葫芦的。什么啊？你在干嘛？什么呀？声音是真的蛮好听的。嗯？